香港大灵异，主持陈云、夏植。好，翻到嚟第二集，系咁头先就好开心啦。咁你话你就嚟会出书啦，第三本，咁唔知出年书展会唔会出到啦？出到嘅，冇理由咁拖咁耐嘅。本来应该系今年暑假出嘅，咁通常我写书都会慢，除非有人催咁。咁书展系一个要催嘅时候咯，就实写到。平时慢慢等嘅，应该等到出年或者新年之后应该得嘅。系都辑咗一半文啦。嗯，咁不如我哋喺呢個趁呢個機會咧，順便請教一下你，因為你出咗好多本書啦，咁就即係想問你啲關於寫作嘅心得。咁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年青人啦，都喺網上面寫嘢啦，即係寫評論嗰啲啦。咁但係就其實好少會有一個好突出嘅人寫得好嘅，因為嗰啲即係可能因為評論即時嘅時事啦。咁可能你嗰排睇咧，就會覺得啊，好都寫得 OK。咁但係當你隔一段時間再睇翻，你會覺得唔知件事嘅始末啦，同埋覺得已經冇共鳴，同埋冇再翻睇嘅價值。咁我覺得其實假設你譬如《香港大靈異》呢兩本書啦，咁其實你都寫咗好多年。咁但係當我哋呢啲即係九十後或者係八十後再睇翻，其實都係會諗到當時嘅情況係點樣嘅，或者係同埋對而家嘅發生嘅事有啲借鏡嘅。咁順便都問埋呢啲寫作嘅。首先寫作一定要，如果寫作呢啲靈異故事或者一般時事評論都好啦，一定要將件事記錄落嚟啊。即係好簡要咁樣將件事描述。咁呢個好基本嘅寫作功夫，但係好多時我哋中小學就最缺乏嘅呢個就係一個科學同埋客觀嘅描述啊。即係等隔咗幾年啲人忘記咗件事，或甚至隔咗十年啦，咁睇翻就可以喺嗰個技術嗰度睇翻當年若發生呢啲咁類似奇聞嘅嘢。咁嗰個譬如如果寫靈異故事或者係呢啲咁嘢，就要用異聞啦、奇聞嗰種咁嘅風格嚟記述咯。咁嗰個係有風格可以跟嘅，可以掌握到。咁因為我哋係小學嗰時可能學記敘文嗰啲，咁但係嗰個風格其實係我覺得係你係老師教唔到嘅，其實係你要自己去睇一啲書先會自己摸索嘅，即係睇如果係異聞啊、筆記啊、志異啊，咁嗰啲係漢末六朝以來，譬如《幹寶搜神記》咁一路去到明代晚清或者清初嘅《聊齋志異》啊、《月眉草堂筆記》啊，咁各種嘅風俗記錄啊，咁或者係鬼怪記錄咁，都可以睇到咯。咁如果係要睇得快啲嘅，咪譬如睇明代嘅，譬如《永樂大典》啦，或者清代嘅《古今圖書集成》啦，咁你睇異聞或者係怪事，咁佢就將大。即係會將先秦一路到當代，譬如去到明代或者去到清代嗰啲嘢都結集埋一齊，咁就可以睇到歷代嘅風格轉變。呢個最快學風格嘅，即係學記敘怪異嘅事嘅風格。咁佢通常記敘之後會有啲評語啦，咁喺評語度睇到啲哲理啊、信仰咁。咁記敘前嗰個係最重要係睇點樣開始啦。咁我哋中學學記敘文，啲成人都係以自己為主咁啊，即係我去咗邊鬼度啊，或者咩咁。但係你要人哋睇嘅時候，就唔係用自己咯，一定係用嗰件事啦開始。我記得以前高考我哋都有讀文學啦，咁就考試嗰時曾經有題咁樣問嘅，就話係你覺得寫作內容緊要啲定技巧？咁其實咁樣聽，似乎係兩樣都要重要啦。兩樣重要，技巧重要啲。係。內容就可以抄人嘅，抄人可以聽翻嚟。抄報紙。可以係歷代嘅抄報紙，但係技巧啊重要。係。即係譬如你頭先話漢朝唔係漢代六朝，咁係好似我記得係遍散並用咁樣。咁跟住清朝可能係到慢慢係。近翻而家嗰啲，轉我近我哋白話噶啦，即係淺白嘅文言，而且係開始有啲理性嘅批評啦，即係唔會話盲從咁信仰呢個佛為一道咁，咁可能當一啲係風雨啊嗰啲，
人間的一啲時弊嘅，諷刺時弊嘅之處咧。係咯，即係睇翻以前嗰啲可能係民國開初嘅時候，咁其實嗰啲人寫散文嘅時候，仲有少少保留翻以前嗰個風格。嗰、那個最近最近嘅，即係最快可以偷到詩或者接到條線落嚟嘅，係民初，即係清末民初嗰陣嗰啲人嘅寫作風格啦。譬如如果係寫呢啲日文啊，記事抒發感情比較深刻嘅，咪譬如周作人嘅散文咯。咁嗰啲講啲鄉村風俗怪談。咁啊，學到啲啦。沈從文都可以嘅，沈從文有時都會寫一啲鄉間嘅，即係湘西嗰邊嘅怪事。但係佢嗰個風格冇周作人咁襟睇，始終周作人係文人出身啦。咁沈從文係半途出家，咁佢最先係唔係太過喺文學嗰度唔係太叻，咁只不過係從軍咁四圍睇到事多，記落嚟。譬如周作人可能是大家都是熟悉他哥哥魯迅多一點點、譬如你為什麼會 去看周作人，就是魯迅你都喜歡還是不喜歡、魯迅那個風格不好的他的深層他的風格是很個人化的，就是不可以找你轉到自己的，因為你轉到自己的話、就一看就知道是魯迅看，或者是你要寫他那類那麼深層的才行。周作人那些是比較容易轉到自己的、譬如香港應該有幾個早期的散文家都是其中一些都是模仿周作人的、哦，咁因為魯迅寫嗰篇《風箏》都係話蝦細佬咯，個人係比較深沉少少，咁個細佬比較蝦慣，可能係有啲點講咧，係圓滑啲咯，可能避免俾個哥蝦。周作人有時喺民初或者喺中共建政之後，那個名譽就不係咁好，因為成日當佢係漢奸，咁因為係成日都親日啊，或者係留學過日本又娶咗日本太太咁之類咯。哦，明白。嗱、咁係即係譬如我哋係睇，就算睇以前嗰啲人寫書，都係要揾一個啱嘅對象。係、咁我記得你都話有幾個作家係欣賞嘅。譬如話胡蘭成啦，你就話佢係唔係士人出身，咁但係係一個一個即係佢係一啲寒門子弟，係啊，寒門咁佢出世，你話唔係四周圍係依附其他人，但係會學到好多嘢。一個生存藝術家啦，我哋叫即係佢好艱難嘅環境，佢生存到。咁所以寫嗰個風格係比較奔放少少。係啊，奔放近民間一啲咁，野趣比較大啲嘅，即係佢寫好多民間潑辣嘅事，活著啦，開放啦。即其實是模仿我都覺得模仿一些以前的作家、一開始即你寫作的時候可能打開一張紙即看到一張白紙是未必想到自己寫什麼時候，你看人怎麼寫，看人怎麼開了一兩句，跟著看個句式應該怎麼接下去、是有一個自然的韻律來接。如果是成熟的作家，即使不是用紙筆墨來寫都好，是用電腦打字都好，有一種文氣是要識得的，就不是說求其啲句子長短或者是用什麼詞彙都可以。如果是覺得是這樣的話，就是自己未進入那個風格。進入風格的話，其實好像彈一首音樂或者好像作曲一樣，就是寫文句其實是寫得好的時候好像作曲的。係，即係好似老師你頭先我叫咗你帶啲稿俾我睇啦，就係你寫作之前嗰啲 pon form 或者有時候係演講之前嗰啲小提綱啊咁啦，咁嗰啲就冇乜特別風格嘅，咁因為趕唔切力嗰啲真係喺譬如搭車嘅時候寫咗少少草稿，咁跟住再用打字咁樣。將佢發揮嗰啲啊，咁嗰啲草稿都有，但係夾埋曬一大堆嗰啲咁嘅寫開嘅嘢入邊，一時就揾唔到。咦，咁啊聽落去，即係譬如話，因為而家啲人話係我哋寫唔到好嘅文章，係因為以前啲人係睇書多啲，但係而家啲人係網絡世界，即係接觸網絡世界多啲，咁好少鉛本書。咁如果聽你咁講，其實係打字都係冇唔會影響嗰個寫作嘅風格。你會中毒噶嘛？即係你打嘅時候會中毒。我的做法就是用拼音輸入，拼音輸入你聽到個聲韻，不過不是個個人都習慣拼音嘅，即普通話嗰個拼音。如果筆畫的話就都一樣，我想都是會看到長短句子長短啦，同埋嗰個自己看落去順唔順啦。
咁呢啲都係要有我哋叫文體嘅自覺啦。咁呢啲依家嘅教育，我諗即使去到大學都唔會訓練嘅啦。所以就除非我自己喺大學教嘅寫作班我就好強調呢樣嘢，即係個文體自覺同埋嗰個。句嘅長短嘅修飾啦，同埋要跟之前嗰啲大作家嘅套式，即係嗰啲套式個脱胎出嚟。即係其實有一套技藝要跟嘅，好似學畫畫或者學彈琴作曲一樣。寫嘢甚至係講嘢都係啦，講嘢你都需要係跟一啲大演說家或者跟一啲名演員嘅獨白咁嚟學，就唔係話自己嚟。自己嚟都得，但係個走嘅冤枉路就好長。係，我記得係即係譬如出嚟做嘢啦，其實即係人事嗰啲固然係複雜啦，但我覺得有時你寫啲嘢咧，咁俾人哋改完之後，即係譬如以前做記者係會覺得好搞笑，點解咧？即係譬如話一啲鋪敍嘅新聞啦，咁佢就好中意話政府就呢件事作出檢討。很多呢類型的中文，即譬如我哋以前寫中文，可能是話政府檢討呢個政策，咁就係一個正常嘅句子啦。咁但可能編輯很多時候都會改咗呢個句子，就話政府就乜乜政策作出乜乜。啲係想人哋唔讀新聞，嗰啲係倒米嘅，特登倒米啦。但係佢又唔係話特登改自己份報紙嘅，而係成個社會或者嗰、那個。或者新式的新聞學教育、或者公民寫作，令到佢進入呢一種自滅的狀態。即係其實行業自滅啫，寫成咁嘅冇人會睇。係啊係啊，你一定要寫係呢個政策之後，之前出咗啲，之前幾月推出嚟有啲咩弊端，社會好多爭議，之後就係政府檢討，咁跟住就話議員點樣，社會點樣，咁嘅話係一個完整嘅，我哋當係歷史論述咁啊，咁先。過癮啊，好睇。譬如70年代咯，好多80年代報紙係會咁樣寫嘢。咁依家就一去就擺政府出嚟，一睇到政府就唔會再睇新聞噶啦。咁呢啲咪就係自己攞自己嚟搞咯。咁呢叫行業自滅啊！我明嘅，因為我有時喺度懷疑，因為你假設你一個初出茅廬嘅人啦，跟住畢業生，可能你對於90年代嘅政策其實唔熟悉噶嘛，咁你就唔知佢嘅前因後果，所以嗰時咧就自己會睇翻啲資料啦。咁但係我會即係我站喺一個即係讀者嘅角度，我就會覺得連我自己寫完出嚟我都唔知佢講啲乜嘢。咁你如果係令到你唔關心遇到咁嘅報紙或者遇到咁嘅報紙嘅老編嘅話，你都知道呢個夕陽行業嚟嘅，唔係因為個報紙係夕陽行業，係嗰班老人。是自己想自殺的嘛，那些老人想自殺，可能他老闆想他死嘛，老闆就是這種對的了，你不要搞那些傳統東西，都寫到歷史傳奇，新聞哪是這樣寫的，跟著他就跟著寫那些政府這樣說的就這樣說，照搬過去，就是新聞風格就跟政府發言稿的風格，那你就不用撈的了，因為你的風格都跟政府分不開，你就不是獨立的自由媒體，而是政府的新聞處的一個民間分支。咁實際上亦都係，大部分香港報紙亦都係，所以你見到呢、這個，你知道嗰行業，你跟咗兩年你就走人啦。我都係，即係醒水就走啦，因為你都聞，我哋叫做即係衰啲叫聞到棺材香啊嘛。係啊，即係你見到咁嘅嘢，即係死氣沉沉啦，呢間報紙差唔多俾唔知乜人收購啦咁。我都係做咗年紀，我學咗，我知道入面咁樣運作，我已經走咗。一傾到呢個，我比較有啲激動嘅。我都好激動，因為我都見到差唔多有好多報紙，即係我以前寫開啲報紙都已經聞到棺材香，有啲人瞓咗入棺材。啲人點樣寫稿嘅咧？就係開住政府新聞處，抄曬啲資料，將中間重要嗰啲細節剁曬佢，即係好多細節冇咗，就好簡單咁樣寫。但係其實係政府新聞處嗰個稿出嚟嘅，得嘅，因為政府新聞處佢喺敘述嗰陣，佢已經扭曲咗個事實，佢好似好客觀，但實際係扭曲咗嘅，要重新用翻民間或者係獨立媒體、獨立嘅評論機構咁嘅方式，將佢重新鋪寫，用民間嘅敘述方式。但係我哋依家好多新聞嘅訓練就會覺得民間嘅敘述方式好似係寫野史咩？而家嚟咁。同埋你有時睇啲議員嘅質詢，佢個問題佢嘅答案，佢嘅答案你會覺得，咦政府好似好有道理，咁但係你要係知道佢議員問嗰個件事嘅前因後果，你先知道原來佢咁樣，
因為你寫嗰啲係 AO 嚟噶嘛，咁佢一定係會包裝得係最合理嘅，即係覺得市民睇咗之後，喂，其實你班議員自己喺度係咪都批評噶啦？咁但係你睇人哋答得幾合理，但如果你係一個記者，你啱啱出嚟，你冇人去教話，其實呢個AO 咁樣寫其實係好多嘢係有即係可以 highlight 曬佢。其實咁樣以前唔係咁樣做嘅。咁你只要個編輯唔會咁樣傳一個智慧俾啲新人嘅話，其實新人係入咗行係都會唔識寫，我覺得。都係特別係冇前輩或者冇老一代嘅帶領，咁係唔得嘅。呢個同以前嘅移民啊，或者係志怪筆記嗰啲有啲唔同。以前嘅移民志怪筆記嗰啲咧，係啲人做官做到退咗休啦。咁之後就係用一種閒散在野嘅心態寫翻以前在朝嘅時候嘅見聞，所以係自己批評自己嘅。故此我哋有時睇明朝、清朝嗰啲鬼怪筆記嗰陣，睇到點解佢明明做個官嘅咧，寫上嚟好似一個野士咁樣，在即係在野之士或者處士，從來未出過事，即係出過事嘅人咁嘅脫身脫得好啲人。咁我哋今日就。以前啲老記者或者老編輯好多係做過第啲嘢嘅，可能係喺民國時期做過官啊，咁樣落嚟香港落難，跟住無可奈何，所謂文人辦報做記者編輯咁，佢嗰個歷練會好啲咯，即係個江湖經驗好啲，知道咩人呃佢咁，或者咩官員講啲鬼話咁，佢轉翻人話嚟寫，但係新一代嘅出嚟嗰啲就冇呢樣嘢啦。譬如現在新一代很多其實傳理是這個這個斜路遠不要緊要說完他那個傳理是其實他的訓練已經是告訴你是你只懂技術那一部分、但是你其實我跟很多傳理是出生的人其實是根本溝通不到、因為他就會 很迷了他的技術、即這個是應該拨咪應該怎樣做、那官寫些什麼你就要抄低、但他沒有了一個分析的能力是啊，是個獨立處事或者評論，咁樣報紙又唔係即係獎勵佢做嗰啲嘢，呢個係即係最好快交差主要原因。咁另外就係用現代科技嚟資訊科技寫嘅時候，佢好快喺可能喺手機度寫咗。迷失咯，寫咗之後就傳咗俾個採訪主任到編輯，期間應該冇咩點把到關就出咗去，即係特別係即時新聞就出咗去，跟住再第二日變咗係定稿嘅時候就用個即時新聞做底，冇乜點改寫。咁期間嗰個文體嘅轉變啦、內容啊、觀點嗰啲轉變好多做唔到。咁好多即係我哋好多新聞界或者報社點解整下？不如看 Facebook 係咪？不如睇嗰啲 update 嗰啲，即係網民啲 update 嘅原因係咁樣啫嘛。即係你自己都係好似網民咁樣，唔怪得人。因為其實係好多話就話好多傳媒會睇啦，咁但係其實你發覺佢哋寫啲嘢都一樣，因為都喺個新聞稿度抄出嚟，喺好鮮有咁係有某啲報紙某啲記者會有心機啲，但係就一般都係抄出嚟，或者係個官講乜就照抄。唯一係仲有極大嘅改編能力嘅咪文匯大公嗰啲咯，咁嗰啲嗰個其實嗰啲有創意，改編能力好強，即係話明係講城邦自治，咁佢會話港獨啊，咁明係反對政府乜乜乜嗰啲版權條例做得唔好，咁佢就話係啊呢班人都搞事，咁咩呢個條例保障版權，咁明明呢個嘢係對中國產品有害，咁但係佢會係。講到是很冠冕堂皇的另外一個版本但那些是你會覺得他有時不知道是不是俗稱曲道員就好像說得那麼好你會覺得他有些當中有些 QK 是的但也好看的真的有人就叫我問你呢說你上個月寫那個沙田不是上次水浸你就提及有個大神啦不是黑龍不是大鵬金翅鳥其實是什麼呢那個就趁現在就可以講給大靈異的即觀眾知的第一次是公開講的那個請下來那個就是西王母啦就是道教就叫瑶池金母或者瑶池圣母有些人就認為譬如天后娘娘都是他其中一個化身但是如果不理會的話當是西王母西王母那個性情就是獨斷和是勇敢的就是做事是很獨斷在這個時候請他下來是要救香港
即係揾啲事咁樣幫下手咁樣。西王母嗰個騎嘅就老虎啦，即係《歸鳳龍論》入邊就其中就係四靈修就唔計啦，但係就計漢朝係嗰個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咁，佢就係屬於白虎啦。咁就我哋今日用嗰啲紙箭呢個漢代象鑽畫嘅白虎。咁佢就凶狠好多，咁所以就請咗落嚟之後，會見到香港嘅變化大嘅，即係好惡嘅，好惡嘅，即係好多人會忽然間就轉到惡咗，一係惡咗，一係傻咗。大鵬金翅鳥就係滑稽嘅，會令到人哋滑稽咁出錯啊，玩交。但係西王母就會令到啲人係直情就係撲低嘅啦。係啊，係咪奸人先？如果係，係啊，奸人啊，當然。係，即係佢會做嘅錯處會好勁啦，即係錯得好離譜咁。你見好多譬如民主派嘅議員啊，或者啲港港共入邊嘅官員都係近來係錯得好離譜。係，咁佢咩時候會最發力最勁？應該係出年，出年即係過埋年都大家休息一下，咁出年就開始發威啦。係咪如果順城邦就唔會俾佢整到？又有佢淨係對付啲有權有勢嘅啫，我哋呢啲處於弱勢啊、反抗嗰啲就保佑我哋，保佑嘅。係，咁我哋點樣拜佢咧？可以係有王母娘娘嘅殿啦，或者係天后都得嘅。嗯，明白。咁係咯，咁我哋都今集就係今季最後一集啦。係啊，都好開心同老師分享咗咁多。咁我哋下一次會即係休息一排，搜集到資料之後會開始下一季嘅，因為始終鬼怪嘢講唔完嘅，你就你由漢代末年一路到清朝民國，咁啲鬼怪都係越嚟越多嘅。同埋越積越多啦，係呢個年代好多科學權威嘅嘢啦，即係咩都要醫生證明啊，醫生推薦啊，牙膏都要噶嘛。咁但係我覺得睇得多呢啲鬼怪嘢，咁其實可能係會激發到人哋嘅創意。係啊，會識得諗第二啲嘢咯，即係除咗係所謂科學之外，仲有第二個世界啦。咁嗰個世界係我哋人類五六千年即係有記載歷史以來嗰個世界啦。科學嘅世界即係得幾，即係現代科學嘅世界得幾百年嘅啫。咁希望大家喺好悶沉悶嘅工作嘅時候，完咗都可以睇我哋呢個節目。係啊，或者係過下癮啊，咁新年得閒無事咪重睇又得，或者睇下其他歷朝嗰啲怪異嘅書都可以。係，咁我哋今集到呢度啦。好啦，咁我哋下一季再見啦。好。